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七月二日，旧历六月二四，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之。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中华县政府甲两间客运公司合作，叫长辈摕到中心幸福卡片，得当免费坐飞条，获得客运路线，和长辈当坐客运转台省套套。新民道优沙电视神经社会基地协助秀水乡公所提升抗疫量能，关键快筛试剂甲酒精，予秀水乡十七个社区守护长辈健康。秀水乡美兴社区有两位理想英雄希望基地学生，考调中华高中甲鹿港高中，成绩非常优秀。团队人民家是专工前往社区活动中心进行表彰。中正福利再升级，为了提升老人福利，强化中华县中青幸福卡片的功能，中华县政府甲通联客运、国光客运合作，只要摕中青幸福卡片，得当免费坐八条各地客运路线，和长辈会当转台省透透。中华县政府推出中青幸福卡，每个月入钱一千点，会当用来坐包括中华客运、园林客运等公车。为了要让长辈会当免费坐车去台北、高雄佚佗，县府是甲国光客运以及通联客运签约。那怎么样让长辈呢走出来，让长辈呢能够呢更这个长青卡更加值哦？啊，真的要特别谢谢我们统联跟国光两家公司的一个这个配合合作哈。那也跟大家报告，这一次我们总共有八条路线哦，哈。国光客运副董事长也讲，中华乡亲伫咧全台各地拍拼，伫咧故乡的长辈，即卖当好好利用长青幸福卡，伫咧全台各地拍走。到全国各地，透过我们国家队的国光客运跟统联。到各地去玩。社会处指出，中华县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原住民五十五岁以及新长者，都能当申请长青幸福卡，一个月有一千块的免费坐车夜到，各地长辈甲新长朋友拥有行出户外。多张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过来以前虽然出犯，但是防疫工作又完未当放松。台北新民的优沙电视公司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赶紧快筛试剂加酒精，和秀水乡十七社区使用。也希望这次活动抛砖引玉，和更加侪人为防疫尽一份心力，和长辈有安心上课的社区环境。台北新民的优沙电视公司购买快筛试剂加酒精，关好秀水乡十七社区。乡长林明家颁证感谢状，感谢关境防疫不足，协助公所推动社区防疫工作。捐赠一批这个防疫物资，包括有酒精，包括有这个快筛试剂哈，啊这些东西呢，这些防疫物资啊，我们今天公所这边哈，特别也邀请各位这个社区的理事长以及干部志工过来哈，一起哈，我们十七个社区都均分给各社区哈。而且一点特别感谢哈，感谢咱这个新民大公司哈，对着咱地方这个包括这次疫情的这个重视哈，啊，这里要给咱照顾，这里要给咱这个倒沙岗哈，让这些哈可以发挥。好，即个各社区吼，拢会当做好即个防疫工作哈。以行动共同守护民众的健康，相信透过公私协力，共心抗疫，一定会当共同挺过疫情挑战。立委、议员、代表、村长、社区理事长，也拢到现场参与，场面真热闹。大家吼，生活拢吼，息息相关的。咧，这个媒体吼，其实伊扮演的这个工作真重要。伊除了讲啊，咱有新闻跟咱报道，其实咱足侪政令啦吼，足侪咱地方事的宣导，拢需要靠媒体跟咱斗相共。所以讲，今仔日吼，咱直接参与的在场，咱遮和平社区，咱遮时代，啊，各各村长、各里长，拢感受到讲，其实有媒体跟咱帮衬，用足侪工作咧做，会加足顺利，啊嘛，真正互因足辛苦的。啊，再一次吼，感谢讲今仔日会当吼捐赠这么多酒精甲快筛吼，来吼秀水公所分配予各社
区，这都是眼睛啊上需要啊上重要的。嘛，唔盲讲大家有跩物资来配合，大家会当个防疫做了更加好，和大家吼啊保持咱的健康，啊紧紧恢复咱正常的生活。谢谢新频道，从去年的福兴乡的所有的社区的捐赠物资，到今天的秀水乡的捐赠物资，让我们社区所有的关怀据点，咱这时段哈，会当有的这个酒精个这快筛剂，哦，让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缓和下来，能够大家能够恢复共餐。那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爱心。一盒搁一盒的家用快筛试剂，会当验出新冠病毒，人人拢需要。酒精会当消毒细菌，收到物资的社区拢出示感谢，表示这个快筛试剂甲酒精会赶紧发放落去。啊，这个防疫的物资吼，伫咱的这个社区非常的重要吼，咱来当透过咱各社区啊，伫咱的这个环境的卫生也好，啊，咱个人的卫生也好吼，会当保护到自己，也会当保护到咱所有社区内底的啊，在砖头的时段啊，甲长辈吼，啊，加再次感谢啊，我希望这物资吼会当予咱的志工。让咱的社区会当好好来应用，啊，来保护咱受水乡所有村民。感谢。咱嘛拢真习惯爱用酒精消毒，啊，像阮伫外口走的人，一两天都爱用一下迄个。阮早间拢讲，爸爸搓鼻孔，都要搓鼻孔，要确认一下自己身体健康。所以要很谢谢经理提供咱迄个受水乡的社区吼，咱遮的防疫物资，吼，咱遮的时代来使用。嘛，希望讲大家嘛要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因为这是生活上条，咱家己顾好，才发到。把咱的社区、把咱的家庭顾好。台北新民都友善电视公司身为在地企业，负起社会企业责任，关键快筛试剂和酒精，要来帮助受灾乡社区振兴疫情。多种化新闻林桂英受灾采访报道。一一寒年度各级重点学校免试立学风波各个出炉，受灾乡北兴社区总共两位离校因素希望基地学生，考调中华高中甲鹿港高中，成绩非常的优秀。乡长林明佳二十二号上午专工前往社区活动中心进行表扬。摕到奖状甲奖品，乡长林明佳是特别来到北兴社区颁奖表扬吴宣瑞以及王登泰两位同学。好，谢谢校长。好，谢谢。学生也真感谢这几年老师的牵加和照顾，让因会当顺利考调理想学校。感谢社区的老师还有学长学姐们，在我不会的时候，给我教导，然后有时候会拿一些历届的会考试题给我写，我感觉到他们的关心，特别感谢他们。然后考上张总，这次我非常的开心。没有想到我可以考上张总，之前都特别害怕，特别紧张。美兴社区李小课后照顾班自从成立以来，照顾真侪弱势学童，也培养出真侪优秀人才。今年课后辅导班的吴宣瑞同学录取国立中华高中，和社区的师长拢非常欢喜。乡长林明佳二十二号上午也专工来颁奖鼓励，期待伊未来认真读册，日后愿意来回馈社会。是非常不简单啊！我们马兴社区，我们的儿少哈。今天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哈，我们的宣瑞哈，这次参加这个高中的这个考试哈，高中我们这个彰化最高学府哈，我们彰化高中哈，非常不简单哈，小孩子嘛，今年要想了哈，在逆境中哈，可以这个上游啊，记得塔卓娜哈，刚才跟他聊天一下哈，我讲你参加这边这自由生考试不？啊，为着跟他差千块呢哈。才千块人，结果伊讲伊无参加这个考试哈，确实非常会晓想，也非常的不简单哈。啊，今日代表公社哈，来给伊鼓励，希望在以后日后在这个学习过程也当来顺利哈，日后也当来回馈到我们社会。包括今天这个我们那个登泰哈，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朝阳科技大学哈，这个社工系毕业了后，搁登来咱社区替咱地方继续。伫咧斗三工，伫咧服务，这种精神哈，值得啊！咱这个一块乡亲哈，来鼓励我们照顾的儿少，他今天有办法考到高中哦，我们真的非常高兴。除了感谢我们的老师的教导以外，他本身个人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每次的那个，我看他每次的那个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活动都有来参加，包括社区的打扫哈。每一次都到，
因为每一次他分在我同组里面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哦，那个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哈，也恭喜你哈，那个继续的往前迈进。然后登泰也是我们儿少的儿少，以前照顾的儿少，那现在哈，现在已经在大学毕业了，然后大学毕业再回归来服务我们马新，哦，从这个一开始就在我们马新社区来照顾儿少，哦，非常感谢啊，你们一定会成功的。以上课后照顾班的同学，大家拢非常认真。除了乡长特别前来颁奖以外，前秀水乡代表会主席李元仔也颁发300块的奖学金，赞助囡仔读册、甲到金门表演的费用。希望每一位学生未来都会当有成就，成为国家的栋梁。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你是又怎么了啦？啊，就想你想要定下来啊，但不知道要不要出去闯一闯。哎，县长哎，难得现在在这里哎，县长 ，Hello。嗨。我觉得可能。哎，小华，你来了。小华，我好像看到我们的未来了。建国科技大学日间部、进修部全面招生中，请洽04-711-1111-1326。一条经历五六十年的航道，熊熊被封起来，甚至个影响着救灾。这里离谱的代志，就发生伫咧从化市南桂路一段196巷。伫民国106年，地主将航啊口封起来起店面，航啊内底居民是向法院提告，法院判决地主败诉，爱将路权还予民众。但是地主就是不爱听，居民是真无奈，只好找民意代表顶钱。希望透过民代立场，要求县政府等行公权力，跳度违建。四条巷仔内住了真侪人，原本上面通的巷道，伫咧外南街道这边，煞是去予地主起厝封起来。当地居民讲，106年地主封路了后，巷仔发生过几届火警，当因为大路口被封起来，才是点啊变成大灾难。啊，即个围起来了后，电线拄好开始围工，拄好火烧厝，拄好。188号后壁遐厨房火烧厝，火烧厝时阵吼，他做烧过，啊烧过了，佫加载救护车咧问讲，啊才会当过来，讲无法度，他是伫救护车救护人员讲，啊这间厝就甲恁拆掉，阮无法度过去拍，阮为头前拍，啊拍也是拍，拍袂成嘛无法度啊。哦，变做类似安尼啊！当地居民讲，106年下口被封，因着向法院提告，最后法院嘛判决地主袂当封路，但是地主却一直无愿意拆除封路。居民找议员陈情，希望县政府会当展现公权力。原因法院就是讲有调这地主倒去看，讲这就是道路，道路你就是爱有人互人过，你袂使共拆。哦，啊，了后伊讲伊上诉高等的嘛是拖到即摆嘛是判决好啊，判决好啊就是讲。你嘛是阮路爱行，阮有通行权。啊，你违建是县政府的代志，违建县政府爱来甲拆，因为这有关系到咱这生命安全嘛。再次强调，请县政府各个部门一定要针对这个道路的
安全问题，还有如果火灾的话，我们的救火车都没有办法进来。那救灾过程所如果再发生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责任到底是谁要来负责？当地居民强调，法院都已经判决，证明这就是违章建筑，而且阁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违章，实在想无县政府为虾米不爱听。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罗岗天后西主会举办寿庆三周年，甲第三届、第四届新社林会长交接典礼。新林会长陈文宇表示，新社重金带领会继续举办公益活动，甲西友继续献身关怀弱势。罗岗天后西主会办理寿庆三周年，甲第三、第四届新社林会长交接典礼。新任会长陈文宇按社林会长蔡佩珍手中接过印信，正式承接罗岗天后西主会的重大职责。本届疫情的冲击下，我们推动会务跟各项政府活动仍可以持续的达成，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团队尽心尽力不在话下。那我们也会全力协助下一任的会长投入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在这里我也很感谢我亲爱的老公放给我这一年的假，让我给我最大的支持，还有我的家人。那也感恩我们的佩珍会长可以把师资会带得这么好，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接下这一任的会长。那我们新的一年也安排了很多社服活动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捐血活动。我们去年跟龙华慈惠堂一起举办每个月27号的捐血活动，在去年度目前募2200多袋，对，2000多袋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月要接近200袋血。那我们也会持续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除了我们的社服、我们的捐血我们现在还有加了一个验血堂。对，我们狮子会现在也在推广，就是事先来验血糖，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另外，交接典礼现场也邀请小李芭比关怀协会到现场摆设及备品，邀请参与的贵宾做会业主经费和爱心支持伯利欧庇护工厂兴建计划。我们会长的交接，然后陈会长又邀请我们可以利用善用这个机会来这边推广我们庇护工厂的产品。那今天我们有推广我们的16 Coffee，就是我们庇护工厂伙伴，我们自己烘焙、自己生产的咖啡豆或是地瓜咖啡。那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彰化的地瓜大姐，她又煎了600盒的地瓜，还有600瓶的仙草汁，要来做义卖。那义卖所得要全部来捐给我们伯利欧，作为我们伯利欧家园新建的费用。罗岗天后西主会创立的时间虽然无长，但是每个月都会固定举办关怀活动。今麦阁较有感激会堂推广电工业计划，陈文宇会长表示，希望会当顺着前辈脚步来带领西友，就是社会公益电关怀服务。大众新闻叶芳如何美采访报道。你刚说社区大厦举办发表会，学员轮番上台为家己展演到舞蹈演出，充分展现学员的优秀学习成果。李江西社区大学伫个新港国中办理101年春季班学习成果发表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张家何太古加完美何太古联手表演震撼开场。现场会展现我们的这些太鼓舞蹈以及各项的这些表演之外呢，还有我们静态的摊位的这些 DIY 课程的作品的展现。那同时搭配弱势助学义卖活动呢，然后要来把这些义卖所得捐助给大业大学的弱势助学基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在经济上有弱势困难的同学，能够让他们安心就学。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社区所有的民众呢，就在这个面对疫情的一个压力，心情的受到很大的影响之下呢，也不要害怕，我们希望能够走出家园，走到社区大学这边来进行学习。我们的夏季班跟秋季班现在正在开放热烈的报名当中。
社区大学的学员轮流登台表演，不论是太极、彩妆班的演出都非常精彩。中华馆副馆长林登富嘛，鼓励大家爱画到老，学到老。哦，你蛮厉害的嘞！除了动态的表演以外，舞台两边更是有静态作品展以及手作成品艺卖专区，吸引不少人潮，现场闹得滚滚。大段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今天的客语真趣味单元要来教大家讲客语，透过镜头咱做回来看麦。行业新神奇，欢迎收看《行业新神奇》，我是太凤哥。今天我教大家的是做爱暖时傲，自爱优时高。它的意思是说，竹子若要做成农具，必须在幼嫩的时候适当的凹弯雕塑，才可以成为器具。同样的，教育要从小做起，对子女更是要在幼儿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管教。举例来说，阿明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当一个守规矩的人，就是希望他在长大以后也能够成为一个守规矩的人。正所谓做爱暖时傲，自爱优时高。大家听爱个念一拜，做爱暖时傲，自爱优时高。暗自说长来了。我是罗一君。如果您是 COVID-19 确诊者，绝大部分情形是可以在家中进行居家照护的，请注意自身症状，多休息，有需要时可与居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或安排视讯门诊。此外，确诊者会收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经检核身份无误后就可进入系统。提醒您一定要完整填写疫调单内容，也请告知同住亲友、任职公司或就学联络窗口等，依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相关防疫措施，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让我们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为着让囡仔会当亲近大自然，体验农村生活，河滨农会特别伫暑假期间办理农业生态之旅，带着30名亲子到耕田搬水果，到古村参访，公牛行搭立地，而且贴起来放入去仓库作业，以及 DIY 红菇粿活动。透过实地参访甲体验，传递珍惜食物甲大自然环境的教育理念。会甜吗？炎热的热天会当去到位佚佗，河滨农会特别伫个暑假期间办理农业生态之旅活动，规划到高雄采购种植小摊仔的活动，让大小朋友会当亲自体验农村生活。要那个定时帮它浇水，要施肥吗？要帮它抓虫虫吗？要帮它抓虫虫。
所以会很期待吗？我很期待那个番茄种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番茄，是我们以往在市面上也买不到、吃不到的，都要到那一种，大叶高岛屋啊、北部那一种很高级的百货公司，就是才吃得到。所以很开心有这次这样的经验。参加活动的民众表示，采过七号曼塔玛岛算是头一届，真特别嘛，真辛苦。除了这以外，冬季嘛安排到高层参访公牛入村的作业模式。烘干后的稻谷，你让大家下去看哦，对，变成一个良心看哦，这烘干后的稻谷了哦，这是好的，是好的，就是已经烘干到13度以下的稻谷了。那也让小朋友亲手去采摘，去体验我们的小番茄，有机的情况下直接现场采摘可以直接食用。那谢谢我们的巫老师带配合我们这个农会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之旅的活动。那第二站我们来到我们和梅镇农会的甘蔗仓库，让小朋友来学习我们的从田间的稻米的收割，以及到我们农会这边来做收购，包括刚刚有介绍的隆重的部分，然后我湿度的部分，以及我们地磅，甚至现在看到的这些我们的老职能齁，他们是专业的堆叠的师傅。我们的稻谷进我们的甘蔗仓库，烘干作业完之后，就可以来堆叠。那小朋友刚好以这个夏季才可以亲自来看到我们稻米堆叠的这个部分。谢燕如总干事指出，生态体验之旅就是希望会当透过走访地方农村据点，让大朋友、小朋友体验农事作业的辛苦甲过程，嘛希望会当接触传达珍惜食物甲优先对待大自然的教育理念。大众新闻叶芳如何美采访报道。过来，相当知名艺术团体红溪九怪书会再次举办会员论坛，刚好有在会员的书会，即个是以笔琴默曲为主题。新闻各族展现思维功力，分享脉搏，而且合力创作出一件真有特色的作品。透过镜头，咱做回来欣赏。同款的主题，所用无同的字体来展现会员各族的书法功力。这就是红溪九怪会员分享九怪的作品。写一张以笔琴默曲这四个字作为创作的主题啊，所以呈现了一面这种主题墙，我是觉得，哎，这样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还蛮强烈的。会员讲，伊是一顶真爱写书法、真爱画图的人。民国99年成立书会，只有10个会员，每一个人实力都相当坚强。所以他是用水墨的一种书写方式，所以他把各种文字的那个融合。近水远山皆有情，就因为会员的作品都真特殊，也真愿意去试无同款的技法，会当用乌色墨水写书法，搁较会当用白色的水泥擦来创作。一般会先用乳胶写上去之后，在背面涂墨，那就会呈现一种白字黑底的，有一种杯拓的效果。那我这件作品是以汇丰合唱这四个字当作主题。红溪九怪就是九怪，连电的作品有一般常常会当看到的书法作品，佫较侪是融合无同字体创作。有真侪会员的作品，唔呐得到各项大奖的肯定，佫较是受众界最爱。大众新闻，中盛中华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开播大众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军，祝好乡亲万事顺心，再会。